记录生命的诞生，彰显人性的美好。朋友们好，欢迎收看又一期的宝贝你好。今年27岁的辽宁小伙徐海龙和妻子王鑫已经结婚一年多了，却还是一个人生活在北京，过着已婚单身汉的生活。如今妻子已经怀孕8个多月，随时都有可能分娩，但是从北京到辽宁鞍山5个小时的车程，却将这对年轻的夫妻分隔两地。整整8个多月的孕期，两个人也就见了8次面。今天是妻子王鑫38周的产检的日子，从未陪妻子产检过的丈夫徐海龙决定给妻子一个惊喜。本节目由来瓶胃动力给你的肠胃做做操君瑶胃动力冠名播出，欢迎登录独家视频平台腾讯视频观看节目完整内容。使用微信摇电视参与宝贝你好节目报名，就有机会摄像记录您的宝贝人生旅途的开始，同时使用天天圈分享宝贝亲密照，就有机会成为封面宝贝。已经整整1个多月没有回过家的准爸爸徐海龙，在妻子38周产检的前一天，悄悄踏上了返家的火车。从北京到鞍山基本是晚上的一个卧铺的车，早晨7点就到鞍山。而此时即将前往医院进行产检的准妈妈王鑫，对于丈夫的安排还全然不知。看着女儿一个人挺个大肚子，女婿却不在身边，准姥姥更是心急如焚。这都要生了，还到不了家，你说这，这不也辛苦吗？这不也是为我们娘俩挣钱吗？那怕那人宁可自己饿了，也不会让我饿的。他多少天能回来呀？过两天吧，反正这不也是快了吗？你俩相距的距离多远呢？不远，一点都不远，我不觉得远。我现在干别的了啊。现在心情挺激动，因为马上就要到家了，还不到8个小时了，想第一时间能够见到妻子，咱们马上就回去。此时经过了一夜的漫长等待，准爸爸徐海龙终于回到了鞍山。他能赶在妻子出门之前到家吗？面对丈夫的突然袭击，已经习惯了一个人出门一个人产检的准妈妈王鑫会有怎样的反应呢？每次自己去产检，总看见别人都有老公陪着，然后我就是自己去，心里也会很不舒服吧，就是觉得他没有看见我一天天的变化呀，有点遗憾吧，应该让他看到这些东西。准爸爸徐海龙和妻子王鑫其实都是辽宁鞍山人，9年前他们一起踏进大学校园，之后又一起离开老家鞍山，来到北京开始北漂。经过整整7年的恋爱，2013年的冬天，徐海龙和王鑫终于走进了婚姻的殿堂。仅仅1年之后，就有了他们爱情的结晶。但是也正是这个宝贝的到来，让妻子王鑫不得不离开北京，离开丈夫，回到鞍山，过着一个人的待产生活。这是 B 超，这是唐灾4个月的时候抽血做的那个唐氏筛查，第一张 B 超单，然后他爸看着那个傻愣半天。再补100是吗？对对。因为丈夫徐海龙是 IT 工程师，工作十分忙碌，整整8个月的时间，他是回来了8次，每次仅仅2天的时间。今天他想要给妻子一个意外的惊喜，弥补这8个多月以来对妻子的愧疚之情。喂 ，Hello， 你在家呢吗？在家呢，上班了。我给你买个东西，然后快递到了，你开下门。现在啊？啊。那你怎么不知道快递到了？他给我打电话，我留的我电话留啥？人呢？快递来了。你回来了。惊喜。真是的。你怎么回来了？对，马上就回来陪你嘛。你不是上班？里面还有个小惊喜哦。这是什么呀？一个小羊啊。一个小羊抱了一个小苹果，你一直带到你最后进产房不能带的时候，这摘。当时求婚是99朵玫瑰，这加了一个钻戒，然后这次就是99朵玫瑰加了一个项链。好，走，老公陪你体检去，不是，仔细检。体检。这算是最后一次陪他产检吧。产科，有他陪伴我更踏实更安稳，然后不像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需要自己面对很多，然后需要自己扛起来很多，心里这个愧疚肯定是有，挺就一直觉得挺亏欠他的。你说这得多少个鸡蛋才能补回来？没事，咱们背那么多吗？我想坐会儿。今天咱俩坐着吃点东西吧。
慢点，慢点，慢点。我有羡慕过别人，就是别的孕妇老公陪在身边产检，有羡慕过就是老公在旁边，当你需要水啊，当你需要吃的啊，老公在地前地后啊什么的。当他回到我的身边给我一个拥抱的时候，我觉得这些羡慕都让我忘得一干二净了。他平时也会跟我抱怨嘛，半夜饿了跟老公一说，老公出去给弄个吃的，买个吃的，我这方面就确实照顾不到。慢点，慢点，慢点。不是，这是门诊。小斌，这个王鑫，他现在是38周，就从现在开始，他要发动工作，宝宝要生出来了的话，是属于足月儿。主要是没吃饭，一直饿着呢，让我抽血。生宝宝这个事儿可是一个瞬息万变的事儿，所以我们不能说的你现在检查没问题，你等生的时候就没问题，它是两条生命的。合适了，因为宝宝逐渐增大了以后呢，那么妈妈的心脏负担肯定要重了，她会出现稍微有一点供血不足，有一定的危险，要比较严重呢会出现心衰啊，心脏负担加重啊。但是我们在分娩的过程中，我们还要给她做监护。也许是丈夫的意外出现让王鑫的心情格外激动，今天的心电图检查结果不是太好，虽然存在心脏供血不足的危险，但准妈妈王鑫并没有因此放弃想要顺产的想法。就你自己有愿望呗？对，我特别想生。哦，行，自己生好。哦，自己生属于一个自然的分娩过程。你要决定一个孕妈妈能不能正常分娩，它是由产力、产道和胎儿三方面来组成的吗？它这三个因素你必须非常协调，它才能生出来吗？生宝宝不是说的你现在觉得它能生就肯定能生下来的。我刚才给它查，它宫颈都已经尽消失了，那么宫口都开两指了，我估计它要生的可能性也就是这一个星期之内。得知自己很有可能提早生产，小两口都略显激动，但是此时王鑫更关心的还是能否顺产的问题。我不加那针能生吗？加那针也不是不能顺产。不是，我就是想感受一下我妈当天生我的那。很想经历一下，就经历一下。啊，你这个想法就挺好的。嗯，到最后能坚持不住。顺产我觉得对宝宝健康来说就是更好一些。第二个就是我想体会一下我妈妈怀我当年的那种不容易的那种感觉，体会一下千辛万苦的那种心情吧。整整一个月的漫长等待，终于让准妈妈王鑫等来了丈夫的关心和陪伴。为了缓解妻子紧张的情绪，丈夫徐海龙决定陪着妻子好好放松放松。但是久别重逢的复杂心情却在一瞬间让准妈妈王鑫情绪失控，满腹委屈倾泻而出。从见第一面到现在的话，已经有不要着急，已经有11年了。然后从我们俩第一次认识，不要着急，到现在已经有九年多了，已经是。不要着急，不要，我想说完。已经是3600多天了。然后，从你跟我求爱的时候到现在已经是4年多了，是2011年7月24号。我只是想跟你说，跟你经历了这么多风风雨雨，然后一路走过来挺不容易的。然后别人有老公陪伴的，有的时候也会心酸。然后相信老公会弥补回来的。不是，我只是想跟你说，有好多个第一次，我想跟你一起经历。就想跟他在一起一辈子了，就不想跟他分开了，就是以这种心态去结婚的。我就是眼泪含在眼里，就是差点就出来了，可能就是感动吧，觉得就宝宝马上出来了，就是心里的一种幸福。我们俩一起看着医生呢，好不好？我们俩一起看着医生。其实我还给你准备了一个小小的礼物，就是一个奖状。你搁哪儿弄啊？这个就是挺丑的。最佳老公的，就是无论我们俩一起变成老头老太太。
好的。有他在我身边，我就会特别幸福。我会很珍惜跟他在一起的每一秒每分。我觉得在他身边，我更像一个小女人，自己一个人面对生活的时候，更像一个女汉子。哎呦，我妈回家了。虽然夫妻俩结婚以后一直在北京奋斗，但还是选择在老家鞍山买了一套新房。眼看房子即将验收，夫妻俩决定去看看他们未来的小家。虽然房子里空空如也，小两口还是忍不住开始畅想他们的未来。他住我中间，这就是我们俩的房间。对，跟这儿来一床。可算有自己家了，又住不上。不要着急，可以在北京来个家。那这边怎么办？不行，把这个房子换成一个北京的房子。好，这边不要了。拉住呗，父母更愿意儿女永远在身边，每天都能看见。但是我就是媳妇儿个人理想嘛，就更愿意去花在北京用来奋斗。我们要在北京买一个大房子，但是这个房子我觉得可以装修完留给父母住嘛。这是我们的发源地是吗？然后我们一路向北。但是我们什么时候能在北京能住上这样的房子？给你老公5年的时间，跟北京给你奋斗一套房。这几环呢？那挺玩的，看北京，就是你上回设想的那种，就是慢慢的从6环往前搬，是吗？对，往前走。可能我们俩的孩子在北京，可能也会成为漂二代。希望孩子能不是像我们俩这样辛苦。这个压力肯定是有，但是这个劲儿要往一个方向使的话，这个压力其实可以消了。妈，虽然在老家买了房，小两口还是希望将来把家安在北京，但是对于他们的想法，父母多少还是有些担心。爸，你想留把孩子留鞍山，还是想让我俩在北京去？在北京呗，在北京好。我们俩要留北京，这以后有孩子了，你俩会不会担心？就是孩子以后照顾啊？不用担心的，不两天咱你俩去两天，咱们去两天。咱过两天就过去了，是不是？你们要相信你们那儿的吧，你一定要相信我。相信儿子媳妇儿。说好，周一晚上我回北京吧，花一周的时间把工作交接了，然后回他这边也差不多了，我就回来了。最担心就是怕我这边一走了，可能他这边就成了，其实这是最担心的。短短2天的假期，转眼就过去了。准爸爸徐海龙不得不留下即将临盆的妻子和他腹中的宝贝，回到千里之外的北京，继续一个已婚单身汉的生活。而我们节目的另一位准妈妈，远在贵州遵义的二胎妈妈卢心凌，却因为算错了预产期而不得不继续等待。但是漫长的待产生活让她感觉既乏味又焦急。哎呦，我感觉有点痛啊。有的是人的是人的对是也下面痛。嗯，这边比如说现在胎儿已经落下去了，嗯，如果他医生检查他说现在已经是临产的征兆了，他可能就要住院了。电话拿起来。还是蛮担心的哈，因为第一个孩子的时候没有发作过嘛哈，我宁愿就是说去检查一下，就是在医院待产也好，还是要以安全为前提的嘛。在这做哪方面？就是现在这肚子下方有点下段，对，阵痛阵痛的，4到5分钟痛一次，4到5分钟痛一次，就是有宫缩了啊，已经有宫缩了，要住院了。对，但是跟他不用打都行，不错。慢一点啊，胎儿有成就是倒没倒？成就没倒，羊水有点少，偏少啊。就是蛮害怕，蛮担心的哈，就是怕小孩子或者缺氧啊，或者什么哈，这个羊水偏少了嘛。现在羊水差不多是7.5的那个样子。羊水到晚期一般是8以上哈，7.5了，相对而言还是有一点危险，胎儿的会引起窒息死亡。由于生老大时没有出现任何临产征兆，就进行了剖宫产手术，所以这次卢心凌和丈夫格外紧张。就刚才痛了大概1个多小时，应该是说的就是宫缩，有一点宫缩的晚期是正常的，这个就是说正常的反应，正常的反应。我们就担心怕是发作了什么，所以说我们赶紧过来检查一下。右上方只有0.5，基本上羊水没有了。今天晚上要在这里住，不住不行的，产科手术同意书。由于胎儿
儿已经足月，加上羊水偏少，又有不规律宫缩，医生决定第二天早上进行剖宫产手术。但是由于来得匆忙，没有任何准备，小两口希望今天先回家，明早再来。没想到就是今天一检查，医生就是明天都要做手术了。你们今天要去把那个东西拿来，小孩的东西要拿过来。我们做准备好了，明天早上一起都来了。你的意思今晚上不住这里？你非要回去，你们签个字。明天洗头了是吧？洗的老公什么样？就是没想到这么，以为的话，以为他可能还要待个头十天，没想到这么快就出来了。现在也特别担心，因为羊水少的话，也担心小孩在肚子里面缺氧啊。所以说我倒是可以坚持，就是他坚持不了了。怕明天手术，以前生过，觉得特别痛，一想到明天要上手术台，就我心里面就特别怕，怕想起来我就怕。为了缓解卢心凌对手术紧张的情绪，朋友们决定邀卢心凌出来再打一场麻将，放松放松。好，今天下午去检查了之后，检查你是说明天都可以那个呢，回生呢。昨天手术已经办好了嘛，那明天早上要早点。第一台手术，我是看到是29去破产的，去破剖腹嘛，去生了嘛，就说那羊水少。就提前。你都想去看妹妹出生了？你都去期待要一个的哈，哎可以哈。晚上10点，距离计划的手术时间还有整整10个小时，一个让全家胆战心惊的情况出现了，卢心凌突然破水了。反正像破羊水一样。那是到十点钟。不行了。今天我，几分钱？收着不？因为卢心凌提前破了羊水，并且出现了临产征兆，这让已经做好准备想要明天手术的一家人再次紧张了起来。团长，晚上10点钟的时候突然破水了，一是感染，一个是脐带破处，他儿容易在几分钟内死亡。坚持哈，坚持，明天就会生了，坚持。第一胎它是剖宫产，子宫下段本身就比较薄，子宫腔的收缩容易造成子宫下段的这个破裂，我们就采取了紧急的方案进行了手术。此时已经是夜里10点多，因为担心卢心凌破水之后子宫疤痕破裂，医院临时决定立刻给卢心凌提前进行紧急的剖腹产手术。他说完说不来，那要是在家里是这样的话，怎么办？紧张就是怕孩子缺氧，那个水一流了孩子都缺氧。你要整家人啊。看到妈妈如此难受，卢心凌5岁的大女儿子涵忍不住流下了伤心的眼泪。她的头脚哈都是怕呀，我都怕哟，而且我都怕得很，我都担心得很了。情绪有点波动，因为她第一次没有出现这种现象，特别焦躁，特别紧张。我都跟她讲要坚强点，坚强点。夜里10点25分，卢心凌被紧急推往手术室，而此时等待在手术室外的丈夫和家人格外担心。像我们搞过血液的样子，就没有错。心情有点紧张啊，我在想我还是在想那边平平安安的，我一个小弟平安是最好的，平安路平安最好的，平安路这个平安是那个你好了，这一次做手术的话是剖宫产，对不对？就在肚脐，肚脐下面要切一个10公分左右的一个伤口，对。麻醉棒，就麻醉棒啊，麻醉棒就是用用尖尖尖尖的人肉，用就是这里行。上次做的时候在那里加油。
对呀、啊。差不多1.5个钟头了，但是他紧急他那个腹腔平上手术了嘛，今天他有点匆忙了嘛，可能真正开始估计11点钟才开始。他被带进手术室，然后在门外等待的那会儿，最难熬的一个时间，这个时间段1个小时是最漫长的，应该来讲。哎，我也不晓得个心情了，担心了嘛，担心了当母亲那种担心。你看这身子，我们就哎呦，用不用用？挺紧张的，这个是突然的嘛，只是措施不及了。好不好？他刚刚从我肚子里面出来的那一瞬间，他哭的那一瞬间，我都受不了，心里面又激动，听到他哭的声音特别响亮，他越响亮我就越激动。心情嘛是无比的激动的高兴的，因为我们家里是圆满的一天，我们这家人添了一个宝贝，所以说拿啷个东西都买着了，我心情感觉几十年当中今天是最幸福最高兴的一天。高兴不？你高兴吗？高兴啊，我们看到姐姐干的很好。妈妈要去了，妈妈要去了，不可啊啊！妈妈要去了，妈妈要去了。你搞得好丑。你看妈妈妈好不容易把你生下来，不要哭噻哈。你输是吧？我很喜欢小妹妹。哎呀，嗯，有点丑哈。没有啊，这抬一抬哈，这抬一抬。妈妈来的。妈妈来的，看妈妈。妈妈。不是，现在是这样，那个把人把床一拖的。不行了，还是行了。我一进手术室就一直发抖，看的时候简直是拿命来换。看到妈妈生下妹妹之后虚弱的样子，大女儿子涵忍不住流下了伤心的眼泪。2015年7月7日是卢行凌小女儿出生的第二天，而这一天还有着另一个特殊的意义。痛也痛过了，所以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让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长大就行了。这几个月的辛苦没有白费。猪肉炖牛肉，小脚丫。给你买束花，辛苦了哈。今天算个日子，你记得吧？记得噻。啊？记得噻。是啊。纪念日。今天刚好是我和他爸爸结婚7周年的结婚纪念日，所以他也是我们两口子最好的纪念日的礼物吧。想吃什么？看到这个来之不易的小宝贝，一家老小心情格外激动。而我们节目的另一位准妈妈王鑫的预产期已经近在咫尺，而北京到鞍山的路程却是远隔千里。准爸爸徐海龙能否赶得上宝贝诞生的那一刻？没有丈夫陪伴的日子，准妈妈王鑫究竟
还能坚持多久呢？回到北京的准爸爸徐海龙又开始了忙碌的北漂生活，但此时他心里最惦记的还是妻子王鑫。我应该算就是一个工作狂，这个工作现在对我来说可能就像我的孩子一样，可能就是我一直可能管我的工作叫大儿子。Hello， 啊，想我没？为什么不想我？我都想你一上午了，这现在感觉怎么样？挺好的呀。啊，没啥事。没啥事啊。没事，你当爸爸，你当爸爸。啊，行，那我就先忙我的。我现在挺反悔一件事，就是当时为什么不把媳妇留在北京生产？其实应该把媳妇留在北京，这样的话我照顾她可能更方便一些。赶紧把活干完，好早点请假回家，等老婆那个等孩子出生。过几天可能老婆生了的话，就来不及忙这个项目了。多吃点吧啊，吃不下热。你老公婆那头啥都吃不着，你搁这头太奢侈了点儿吧。他在家经常天天吃方便，各种吃方便。应该让他少吃那些吧。我没合计他买那么多，当时给我心疼了呀。我这边给我打电话告我吃什么吃什么吃什么，结果天天搁家吃方便玩。就吃方便比较省时间，可以把时间节省下来，多想想创意。哎，我媳妇儿一直都不让我吃泡面，就是每回她也知道我要吃泡面，就会说我好半天。你爱人能不能回来呀？谁知道她呀？我还真怕她，我这边都生了，然后她那边还没回来。不能，你俩的呼应挺强。你说这个期间，你的爱人就应该在身边，可以没在身边。我还说呢，我说以后准备要个二胎，必须在她身边怀孕，让她感受一下照顾孕妇这种辛苦。不在身边能有什么感触呢？你说那没有办法呀，那为了咱俩挣钱嘛，给咱俩娘俩挣钱，那个给小的攒奶粉钱。我俩最亏欠的，觉得最对不起的就是我们的父母，我们的长辈，可能在陪他们这块就欠缺的特别多。本来应该是我们照顾父母的年龄段了，结果还要你们去照顾我。那行，以后有的照顾，现在我不用你们。哎，人都有这个艰难的时候，过去就好了。从怀孕了之后，就特别能理解妈妈呀和婆婆当时怀我们俩那个时候的心酸不易的那种，特别特别能理解。养一个孩子就好像游戏打怪升级一样，游戏里可能就会很短的一个时间去完成，但是他们用了一辈子的时间。就是我不想把那个孩子照顾成那种，就是四个老人或者是六个大人一起围着那个孩子整天转。我不想你现在这种情况，我想你以后高高兴兴的，不能老这样事儿的。老这样事儿的还在我身边，你老这样事儿我心里也不太得劲。也不是不得劲，就是看着父母为我做这些，我真的挺不好受的。只要你这孝心就行了，爹妈都有那个都能知道你们就是那种孝心劲儿。怀孕后，王鑫的饮食起居都是母亲照料，这让孝顺的王鑫对母亲十分歉疚。尤其是现在预产期临近，新房又要马上验收装修，各种琐事都是母亲代劳。啊，这就完事儿了呗？这就完事儿。哎呦我的妈呀，这么快呀、啊！王鑫一家四世同堂，当初买房，王鑫和丈夫徐海龙特意选了一个离奶奶家近的房子。母亲和装修师傅交接完，又马不停蹄地赶去看望90岁高龄的奶奶。王鑫月末生，月末到7月2号左右，完儿哭，我说你咋的了？起来眼睛透红啊？他说梦着爷爷了。完儿爷爷抱着那孩子，我说你是想爷爷了，可能是。一提到爷爷就我妈就心难受了。你可别这样嘛啊、哦、你这样事我心不也难受吗？爷爷最希望就是这外孙，就这小孙女，虽然是没看着下一代，但是人这在这有生之年人也行，也算挺有福。得知王鑫即将分娩，王鑫的发小陈露特意赶过来看望。哇塞，爸爸爸像皮球似的。哎呦，这肚子这像假的似的，是怎么？没见过孕妇吗？没见过这么大的。
哎呦，你都没看我肚子，那家伙那花全是。爷爷，露啥呢？是北京压力多大呀？你说你怀孕，你在身边，他也照顾不了你啊。国家阿姨照顾你，然后他也不在你身边。那你生完小孩之后，还回来不？办个那个居证，然后什么的，其实跟正常北京孩子是一样的。带小孩租房子啊？我都替你着急，我一想问题太多了。而当你老公上班，你也上班，谁带小孩？孩子该上幼儿园上幼儿园，该上什么上什么吧。你对他有信心吗？我是对他有信心啊，明天好言壮语的。我们俩说了，就是要飞就飞得高，要不就摔摔。我觉得只要通过我们俩的努力就会实现这些，我觉得不是很困难。两地分居的待产生活让夫妻俩备受煎熬，电话和视频是他们每天必做的功课。天天走路边看那个烤羊串的，然后特想吃，人家都不想吃。你那没几天了，坚持两天吧，坚持过就完了。你今儿怎么样，冻的心吗？还行。他看，嗯，大肚子。一看爸爸能看着吗你？让动一个，动一个，我能看出来。你摸它不动吗？没打开铃。嗯。一，你要爱你妈妈哦。等一长大了，那个帮我欺负妈妈。凭什么？一和我一起保护妈妈。一要和我一起保护妈妈。打电话、微信视频，科技的进步和网络的发达，让王鑫和徐海龙不用再忍受相思之苦。可是700多公里的距离，却不会因为科技的进步而变短。就在准爸爸徐海龙刚刚回到北京没多久，远在辽宁鞍山的妻子王鑫却突然提前发作了。得知消息的准爸爸徐海龙又惊又喜，火速飞奔。他能赶上宝贝的出生吗？欢迎登录独家视频平台腾讯视频观看节目完整内容。2015年6月29日下午4点，距离预产期还有3天的王鑫提前破水，被推进了分娩室。得知消息的徐海龙紧赶慢赶，终于在孩子出生之前抵达医院。但进入分娩室后，王鑫的产程却停滞不前。9点多钟吧，值班医生就发现他这个是一个持续性的枕后位，硬要在下面生的话对孩子是有危险的，所以说跟他沟通，建议他是做剖宫产。然后当时确实是吓到了不少，检验室从来所有的检查是从来没有说过这个问题，特别紧张。经过整整6个小时的试产，医生决定给王鑫进行剖腹产手术。晚上10点半，王鑫被推进了手术室。整整1小时的剖腹产手术，对于王鑫的家人来说，每一分每一秒都显得格外漫长。11点吧，在那个硬膜外麻醉下给他做的这个下段的剖宫产，术中呢发现小孩确实是一个枕后位，这个位置他真不能生，然后小孩是7斤3两。2015年6月29号晚上11点半，经过1个小时的奋战，7斤3两的男孩终于平安出生。听妈妈说，一爸爸，听妈妈，嗯，不能去走医。你不饿？我觉得这也算是我的一辈子应该是更大精力为他而奋斗，把身体赶紧恢复回来，能够健康的跟我一起照顾依依，嗯，这样就好了。本节目由来瓶胃动力给你的肠胃做做操君药胃动力冠名播出，感谢腾讯娱乐、新浪娱乐客户端、凤凰娱乐、网易娱乐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徐海龙和王鑫的小宝贝终于平安地降生了。电视机前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准父母，如果想参与到宝贝你好的节目中来，也可以拨打我们屏幕下方的报名电话。所有参与节目的嘉宾朋友都将获得由君药胃动力提供的精美的礼品一份，当然参与我们的节目是全程免费的。好了，感谢你收看了又一期的宝贝你好，下期再见。